同学，请问这位子是随便坐吗？哦，对对对，坐下。怎么又是你啊？你咋不搬个马？什么叫你们搬啊？我也遛弯的。你还真是阴魂不散啊！臊把星，你说谁阴魂不散呢？你说谁臊把星那个疯婆子？我说的就是你，我还不想看见你呢。行，你离我远点就行。凭什么？哎，我还就坐这儿了。不是。 同学们好，相信大家对我并不陌生了，我是高三年级组的教导主任蔡军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也将担任高三六班的班主任。